曹总裁给你送了四个男的到您酒店套房，说是送给您的。乔青丝，给你势不两立。现在来接我，让江北的投标会晚点开始。还有两周后的乔氏酒会，我要出席。这种不择手段的女人，偏偏不让你入园。你昨晚怎么联系不上了？我还以为你今天的锦标会不来了呢，快进去，迟到了。怎么会不来呢？这江北开发权，乔氏一定要拿到。对了，顾氏总裁他来了吗？建国，听人说他今天一定会到场，结果到现在还没看见。是他？你是没收到支票吗？怎么跟到这儿来了？你不知道我是谁，